妈，你别常出气了，气啥呀？气我身体怎么办？有气你往他身上撒啊！你看看他，咦，我也是够够的，嗯，我也想撒，关键是你弟弟在家呢，我怎么找他出气啊？你说你弟弟吧，咱家穷也就算了，别想着给他找个有钱的媳妇儿，咱家日子以后也能好过点。谁知道你那个弟弟啊，找一个比咱家还穷呢，那日子可过好了。妈，真是的，你看那翠花，家穷的叮当响，咦，来到咱家，我感觉都晦气了。哼，这晦气能咋整啊？想个法子。妈，来日方长，你知道吗？一天天的，我妈整死他。行。闺女啊，就听你的，看我怎么收拾的。小陈，今天逛街你给我买的戒指可真好看。好看吧？嗯。姐，妈，你们在这坐着呢。干嘛去了你们？啊，我们逛街去了，给翠花买点戒指，买点口红什么的。真谢谢你啊。你谢什么呀，咱们是夫妻嘛。行，买就买吧，反正都买了。妈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，你看我跟翠花，我们两个都结婚了，这以后啊用钱地方肯定多，所以我想出去打工挣点钱，好补贴家用啊。啊，儿子，你要出去打工啊？那好呀，你看咱家的这条件也不是很好，这花钱的地方也多，出去打工行，能多挣点钱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嗯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吧。下午就走啊，弟弟。啊，嗯，我走了这。那你去吧，家里面有我呢，我照顾我妈，给你媳妇儿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吧。行，那我收拾东西去了。行，啥都别忘带了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呢？你不出去啊？我不出去啊。你不出去啊？嫁到我们家来就是个咸蛋玩意儿啊，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哎呦喂，家里都叫你吃穷了。不注意也行，以后啊，这家里的所有的大小事都去干了吧。饭做了，衣服洗了，别一天天在这坐着。我坐，我全坐。坐就行，算你识相。快点去啊！快点去啊，还坐着干啥？快点！一点力劲都没有，你看那熊样。妈，真是够死了，家里边穷还没眼色，就知道白吃白喝，还买衣服买戒指，配吗？也不知道你弟弟咱没长脑子，找个这样的媳妇儿，长个狐狸精脸，一天天就气我。别气妈，我弟走了，反正走了吗？上屋里歇着去。今天做这饭菜真的咸，我看他这故意找事。妈，我觉得他呀想报复咱俩，你说他也欺负不过咱，他肯定在饭里面多放点盐，心想着咸死咱俩。哼，这小媳妇儿心眼还挺多啊，肯定又在屋里睡觉呢。妈，来叫他叫出来。翠花，翠花，快点儿。妈，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心里还不清楚啊？妈还会很挺会装的。你今天做饭放了多少盐呢？卖盐呢是不是你亲戚啊？不要钱是吧？是不是呀？妈，姐，这口味跟小陈在的时候做的一样啊。小陈做的时候你们都不说咸，这我做咋都说咸呢？哟，你还学会狡辩了是吧？哼，小陈在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装，是不是在演，我知道呀。这刚走那口味就变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的是吧？妈，我没有。没有你还不承认是吧？你别打死熊妞，你看你说你两句你还有犟嘴了是吧？叫什么叫啊？妈，姐，妈还姐。妈，你不要听姐的，我就想好好照顾你，我想好吃好喝的端给你，我没有故意放咸的，我以后做饭做淡点儿。咋的了？你说啥？我跟你坏话是吧？我说你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我今天我跟你说，打了你，我爹没在家，妈，咱俩打死的。说你还心不服
服口不服的啊？都是我的错，你也知道都是你的错。你说你在这个家净惹我生气，你说你儿媳妇都做不好，你怎么有脸在我家？给我滚吧你！滚吧，我儿子也不在家了。妈姐，你们不要赶我走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们的。我哪里做的不好，你们随便拿随便吧，千万不要赶我走，妈。我不走，姐，我不走。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妈，把他拖出去，走。还不走，成天装个砖呀你！哎呦，妈，走，咱回家。你还真像个狗皮膏药，还想站在这儿？你走吧。妈，姐，你们怎么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翠花，小陈，朵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小陈，我不走，我不想离开你。谁让你走啊？咱不走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妈和姐。什么情况啊？走，咱回家，回家问清楚怎么回事啊？走啊！妈，姐，人呢？出来啊！喊什么喊呢？儿子，你不是出去打工去了吗？久别回来了呀！我说了，你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。妈，姐，咱们先不说这个，这翠花是怎么回事啊？能把她赶出去了呀？你还真是救兵。怎么回事？能怎么回事？就是看他不顺眼，把他赶出去了，不想看见他。你不知道那饭做的都没法吃，还让他赶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没把他打死都不错了。姐，妈，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？翠花都给你们做饭了，还嫌这不行，嫌那不行，你怎么不做呀？这老媳妇忘了娘的东西，还让姐做。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看你都多大了。到现在连个婆家都没找到，就比如说你找到婆家了啊，你婆家人也像咱妈这样对你，你心里会怎么想啊？我能跟他比吗？以后啊，我嫁个有钱的，他这贱命嫁到咱家穷，他都在干活，我以后啊享福的命。小陈，他可是你姐，怎么说话呢？还有你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翠花过来对你不好吗？对你百依百顺的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咋了？我可是你妈，你怎么还教育我起来了？你娶了媳妇儿，你就不要娘了是吧？你想造反呢？对，你是我妈，我收让你。既然你看不惯翠花，我跟翠花我们两个搬出去住，不在这住了。算了，咱们走。走，走，你们能去哪儿啊？妈，咱们走他的，以后我照顾你。走吧，妈。走就走，不要他们。啊啊！叫什么叫啊？烦死了！哇！一天到晚的饿着擦尿，家里面的钱都被你花光了，你说以后的日子啊怎么办呀？你也不知道好，一天到晚的叫叫叫，我是够死了。你那有个小儿子呢，你怎么不找他伺候你呀？哇！你说我能照顾我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妈，我是说过照顾你，但是你呢一病不起来。我的娘，你的爸爸拖着老姑娘了，我都嫁不出去了。人家不是说我口，都说我不孝顺，你说我以后我咋弄啊？烦死了，拖油瓶一个。妈，是不是不管我呀？妈，说话能不能利索点啊？这手直巴啥呀？直巴嘴，为什么歪啊？真的是装的，哎，一天到晚的，除了拖累我还是拖累我。我那弟弟啊，一走还不知道回来，真是没良心了。还有我那弟媳妇儿也是的，嗯。小陈啊，我给你揍去，别让你饿死了。再怎么说你还是我妈呢。行啦，别抽抽啦，我就可以给你做汤喝。
咱妈生病，咱去看看她。这都走到门口了，咱进去吧。啊，我都不想进去。哎呀，她是咱妈呀，虽然以前那样，但她毕竟是生你养你的嘛。走吧，走。妈，你俩回来干什么？妈，咱妈都这样，你怎么不带妈去医院呀？去医院，去医院，给我不去带她去医院似的。病了那么长时间了，钱被她花光了，哪里有钱给她花呀？你说说，一回来就知道指责我。妈，小陈，咱结婚啊，这一年多所有的积蓄给咱妈治病，知道不？翠花，你看咱妈这个样子也挺可怜的。这件事啊，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咱又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把咱妈接到咱那边去住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来，你背着妈。走，妈，我背着你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你去什么去啊？自己在家待着吧。来，妈，来，上来。这我弟弟背着我妈走了，说说我一个当姐的，怎么没有尽一点责任啊？天天对妈大呼小叫的，之前啊，就对弟媳妇儿又打又骂的，她不顾前嫌。哎，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呀？现在又老又丑，家里面又没钱。不行，我得去给我弟弟弟媳妇求情，让他原谅我。我不想再做坏人了，以后我在街上都直不起头了，那脊梁骨戳的，那唾沫星子吐的。